嗨，大家好，又是我 Victor 帅。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大家记得给这个影片一个赞，把这个影片给分享出去，跟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帅，这个就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影片，是我在这里要多谢大家在2020年也是那么的支持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谢谢大家。今年对大家的讲都是个漫长的一年，因为新冠病毒的问题，今年对我讲是个蛮平淡的一年，也没什么特别东西发生。接下来就是一些我今年的总结片段，所以希望你们会欣赏。今年的总结的片段，希望大家明年还会一样的继续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。在这里首先谢谢大家，明年2021年我会尽量再做一些新的东西，比较有趣的东西，但是都还在计划当中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但是希望大家会耐心的等待跟多多支持我的频道。好了，所以这个2020年最后的一个影片就到此为止，我们2021年再见。